下来要出道了嘛。对，那其实接下来像最近的一些活动，然后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的训练，然后这些都是我们最后出道的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最后关卡。最后关卡，然后因为接下来刚启强也有提到说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做秘密特训，秘密的国度啊。对，那这个地方呢也是演艺圈现在来说最高指标哦。那我们也希望赶快从那边训练回来，然后带给大家一个好的成果，大概会是好莱坞。对，然后也希望我们 Top One 呢能够帮华语争口气。对对对，然后很谢谢今天就是从台北来看我们的朋友们。对对，然后也谢谢六人联合，对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台上，然后和大家一起狂欢。虽然是的啊，哪个？你们从日本来的、喔？那你会讲什么？天天看得出来、欸，哎，你从日本来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今天的气氛，我觉得。